从小虎队的霹雳虎到步步惊心里的四爷，他在几代人心中都留下了青春的烙印。你好，想问一下，只要你好，想问一下，你初心感悟40岁的不惑人生，连线神秘嘉宾，现场爆料，看他如何应对。告诉你啊，偷偷告诉你，他在缺人。您哪位？你猜猜我是哪位？吴奇隆专辑，敬请关注。哎，我问一下，你刚才说有这个部那个部啊，情报部目前有吗？本版主现在正式宣布，首任部长老朱是也。但是情报部长问你问题，你一定要实话实说。好。我这个情报部长啊，必须继续履行职责。来，请坐。好。你看这个情报部长啊，他得有点手段，是吧？你看了吗？这个都见过吗？电话插转台。嗯。吴奇隆，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我们要插转的这些个线啊，2、4、6、8、9个，这9根线每一个后边都应对着一个人，这个人也许你认识，这个人也许你不认识，啊，这个人也许很善良，这个人也许很刁钻，啊，但是呢，他们都会跟你交流，他们也会跟我交流，他们会提出他们的问题，嗯。他们也可能会送上对你由衷的祝福，有很多也许啊，不一定。好，所以这个选择权在你。作为情报部长的我，啊，只打探情报就行了。你插着一个，咱们听听对面是谁，他要说什么，然后咱们就着他的话题往下说，行吗？好，来，别紧张啊。紧张倒还好，反正也不知道是谁呀。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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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哎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啊，您哪位？主持人好，你好，我是苗秀丽，苗姐，哎，啊，您听到我们现场的欢呼声了吗？有，听到了，很高兴，这个吴奇隆呢，现在在我的节目当中。哎，是我们做一个连线。啊，首先我想问问您，有什么话要对吴奇隆说吗？你们多长时间？哎呀，没见面了。没有没有，我们跟苗姐我们还是会有经常见面，会有见面，啊，对，我们已经有30年的交情了。30年的交情了，对对对对，真不容易。那我想问问您啊，在您的心里，吴奇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吴奇隆啊，他其实有蛮多优点的，可是呢，他的缺点也不少。而反过来，那这样，咱们先说缺点怎么样？啊，先从不好的来。缺点我告诉你啊，我偷偷告诉你，他的缺点是他的心太软。心太软。对。还有呢？然后呢，他呢会很自虐。他会把。会自虐。他会把他很多的那个在外面吃的苦头呢，自己都把它吞下去，然后不跟别人分享，这是他的缺点。哦。哎，那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时不时的能够把他的那个苦醋啊，能够吐出来一些，分担一些他的苦醋，因为他很辛苦的，他非常辛苦。哦，很辛苦。对。那优点呢？优点啊，优点稍微多了一点。太自虐。他的优点是他很负责任。那譬如说他家里，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负担家里的那个家计，那一直到现在他其实是都一肩扛，而且无怨无悔，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特别是我看到很多小孩其实到了很大的年纪还要啃老，可是奇隆是不是？奇隆很小的时候就负担家计了。那另外呢，他很有团队的精神，是他的团队呢，要跟着他一起吃苦，但是他非常照顾他的团队。嗯。因为他是学体育的，他知道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嗯。然后就是他很有毅力，
他一旦下了决心呢，他就会勇往直前。因为当初他进到小虎队是等于被我们骗来的，骗进来之后呢，他是被你骗来的。对，他那个时候很小嘛，他在那个跟他哥哥在路边摆摊子卖衣服。那我们同事呢，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个节目，在找新人上节目。那同事发现他，就跟他沟通，请他来，他不愿意来，因为他表演不是他想要做的。我们甚至于在他妈妈身上都下了很多功夫，最后他发觉说上节目拿的钱要比他摆地摊的钱要多，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之后等于就被我们骗上船了。啊，是这样的哈，说是您骗去的，其实您是他的伯乐喽，是吧，苗姐？是。那您今天看到，他现在取得的这个成就，您高兴吗？我非常替他高兴。其实我问了一句废话哈。我已经退休了，高兴，但是我看到他现在的成绩，我非常替他高兴。嗯，那您有什么？有什么要嘱托他的吗？我要嘱咐他的就是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因为他拍戏受过很多伤。那这些伤呢，在现在这个年纪还不觉得，再过个十年八年，肯定就会有些问题，他要多注意。嗯，我知道了，放心吧。嗯，你有什么对苗姐说的吗？我也想你。我也想你，我也想你。嗯，我们好，苗姐，我也想你。好，我也想你，我也想你。好的，谢谢苗姐，谢谢苗姐，好，跟苗姐再见。哎，真好哈、啊，苗姐看，苗姐在我生命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贵人，她不仅仅是带我进到了小虎队，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其实是从他们身上学的，从很小的那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不管你将来会有多好，你永远要记得，你的好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你身边会有很多人在帮你，你才有可能达到一个位置跟或者你的成绩。所以这些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所以在后来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在一起工作。那我就从台湾到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再到了内地，我一直都把那时候我所学到的，他教我的，我都放在心里面，作为你做人的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一种要求。对，而且以前在我家里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说，公司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义务，或者是没有。他不需要帮我那么多忙，以前家里可能会有财务上的一些问题或困难，我是那种经常会跟公司就借钱的艺人，因为我没有办法负担。那时候苗姐是非常大方的，她经常会帮我先解决我的一些困难，然后让我安心的慢慢的好好的工作。嗯，所以我会记一辈子，很感激她。所以说她是你生命当中的贵人，这你说的。哎，苗姐说你是一个特自虐的人，其实我觉得她可能是想说你是一个挺拼命的人。嗯，是吧？是，干起什么事儿来可能认准了，我怎么都行，我豁出命去我要把它干了。对，是这样啊。是，为什么呢？要对自己那么要求，我觉得有一些苛刻嘛。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够对自己有苛刻的要求，你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从小其实很小是运动员，我要参加很多很竞争的一些比赛。嗯，那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我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我在台湾参加柔道的比赛，然后后来中学又参加了跆拳道的比赛。那比赛我拿了第二名，然后我爸爸就把那个银牌就把它扔了。这一般来说，那说没有拿金牌回来，是这意思吗？我爸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拿这个当回事儿啊。
一样是这么辛苦的过程，一样是跟其他人一样的锻炼跟训练，你甚至在比赛的时候跟人家比赛的场数都是一样多的，为什么他是金的你是银的？这个过程你要自己去想，是不是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也许你再多努力一点点你就有机会碰到了，为什么你没有争取？所以那是对我人生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般来讲，任何小孩你参加任何比赛或者考试，你拿了前三名，我有奖牌了，我已经很光荣了。可是我爸就告诉我说，这个我不要，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去拿金的。我觉得你的爸爸啊，我们不应该当着儿子说爸爸不好啊，但我觉得你爸爸确实有点过分。我至少在那个时候啊有点过分，这个有点，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不会一下子领会到那么多嘛。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不谅解的，小时候我有很多不谅解对我爸，可是慢慢自己长大之后，你发现其实我爸是有道理的。因为小时候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三兄弟，我有哥哥跟弟弟，我考试我一定要考前三名，我哥哥考前十名，我弟弟考前十五名就可以了，他是这么分的。啊，对你要求是最高的。所以我经常考了第四名要挨打，他们考第八名就拿奖金。啊，我会，小时候我说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是捡来的。要是你也觉得吧，对吧？对。可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因为中国人家长其实跟孩子之间是会少了一层这种沟通的过程的。对，所以我小时候我是误会他们这个，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就有点像因材施教。我爸我相信他可能觉得我那时候因为你够聪明，所以我这么要求你，他对你基于的希望是最大的。对，所以要求是最严的。但是你那时候年纪小，你不会懂，你就会觉得反正我可能是捡来的，不公平啊。然后慢慢真的自己离开家了，到外面工作了，然后在外面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回头看一看，如果不是因为当年我爸爸这么做这么说，我可能不会养成这么拼命的个性。那我没有这么拼命的个性，我可能我今天也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在从小你学习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给自己奠定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人生观跟价值观。那再包括像苗姐他们也是，从到了苗姐进了小虎队，我开始在公司的教诲下面，我慢慢会觉得越来越清楚，所有的事情你是一定要付出的。尤其当我们自己不是完全有办法去，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什么都全能，我什么都会。可是，在演艺圈，我们是要被培养成你什么都会的，啊，你又要会唱歌，又要会跳舞，又要会拍戏，然后上综艺节目，你还要会十八般武艺，你什么都要会。可是，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这个过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比一般人认真，你比别人要努力，就。可能别人花三分做，我就花五分，那在同等的比较之下，人家会觉得你好一点。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一步一步，不管做任何工作吧，只要我认定了，我是不会退，而且我也不会让自己后悔。这个跟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哈。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听到的是一个少年就很懂事的吴奇隆。是一个知道分担家里的忧愁，知道让自己上进努力，即使那时候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也能够把那些不理解装在心里，去拼，啊，去往前奔的这样的一个吴奇隆。所以呢，我就一直纳闷了哈，以我自己成长的经验，好像男孩子不太对。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个挺直接的问题，小的时候你就没干过坏事？当然干过坏事啊，大家都知道我做过。对，干过什么坏事？小时候因为我确实我小时候非常调皮。小时候我经常是每个礼拜可能我爸妈都会被叫到学校去说，你看他又欺负女生了，你看他又做了什么事儿，然后
小时候不管我长多高，我永远要坐在第一排，因为老师方便看着我，我就不会为非作歹。啊，小时候我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吧，我小时候我爸爸就开始让我做运动，就开始参加很多的不同的运动项目。那可能是一方面发泄我过多的精力，一方面也是因为透过运动能够教我很多规矩，啊，让我慢慢的去找到一个方向，循着那方向去做。那到中学那个时候，当然会有叛逆期，啊，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念书成绩真的很好，啊，包括我有很多很好的运动成绩，我那时候可能拿了台湾的几届的柔道冠军，几届的跆拳道冠军，经常就是要到学校的那个操场上去领奖的，所以。那时候是有一个骄傲的过程，所以那时候有，甚至包括我可能有时候在学校，我会逃学，也会。会逃学哈。会逃学。啊。啊。翘课。会翘课。而且我会带着一群人翘课。我后来知道那是不好的。对。但是我那时候那么做了，我最多的时候可能一次带了四五十个不同的年级的同学学弟就。四五十个人一起翘课，那当然后来被抓回来了。啊，那是不抓回来就不是今天的吴奇隆了，是吧？对。啊。也会有那样的一些比较叛逆的一个过程跟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教育你，你挨过打吗？你爸爸打过你吗？我是被打大的。从小被打大的。从小。我说你长这么结实呢。啊，各种打。啊。小时候真的打得挺凶挺狠的，我考试考得不好，考得挨打。运动比赛成绩不理想，挨打。然后自己经常在外面欺负女孩子，或者是跟同学吵架，挨打。然后老师上课不听讲，逃学挨打。反正我从小各种打，从跪着打到吊起来打都打过了。吊起来打过。小时候。我会用绳子绑起来吊起来，拿那么粗的那个皮带就抽我。那这个挺狠的，我小时候也挨打，但是呢，我妈通常打我屁股。我记得有一次她打完我屁股以后，我哥哥打了一下我脑袋，结果呢，我妈又打了我哥哥的屁股。啊，所以她打有时候可能大人是有分寸的哈，这个吊起来打这见得不太多。你怨恨过你的父亲吗？恨过。啊，所以我听说你是到后来。刚开始的时候对父亲除了畏惧，还有一些天生的儿子对父亲的那种敬，亲切的感觉很少，基本上没有。因为啊，那个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精力精神就我从早上5点就开始离开家去学校去锻炼去训练，放学了之后回来又接着去做不同的锻炼，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我那时候大概有整整3-4年吧，跟父亲一直是这样，没有跟我父亲说过几句正常的话，啊，就是我尽量让自己不回家，跟家里人都不接触，反正我过我的，你们过你们的，那我自己的生活费我自己想办法赚，然后跟他们有一真的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过太多的话，很深的隔阂，对，我会一直觉得。不是那么亲。那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跟父亲亲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有一些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我在校队可能最好的时候，校队前1-2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很红的时候了。然后家里因为做生意，因为很多原因，家里负债，欠了很多债，欠了非常多的钱。啊。然后我试过有一次是我到外地工作。然后后来回家，我发现我家里贴了封条了。哦，被人把家给封了。对，然后又透过公司，透过朋友去打电话，慢慢找，才找到家里人在哪里。我直到回到家，看到那门上有封条那一刻，是差一点崩溃的，因为你突然发现你的避风港没了，就你发现其实。也许在你心里一直都不是那么在乎的地方，可是在你心里那么重要。忽然没的时候才发现它那么重要，啊！
好像你跟你的父亲也是这样，当父亲大病一场之后，你才找到了那种父子间的真正的亲情。嗯，我就特别想知道你在陪父亲的那些天里啊，父亲病了你在陪他那些天里，你跟他说话吗？你跟他说什么？或者你在心里会跟自己说话，在心里会跟父亲说话吗？那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阶段。其实包括后来我这么多年一直工作，跟家里其实虽然我能够负责家里的一些经济来源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可是跟家里人能够相处的时间机会是真的很少。嗯，那一直到后来我爸爸到北京来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碰巧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他生病了，那突然之间就脑干出血。那脑干出血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很严重的，对，脑干啊，然后就会影响到他的心跳跟他的呼吸。那第一天我记得我刚送他进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叫我签那种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因为只有我在，然后我还要通知家里的大大小小，告诉大家爸爸现在生病了。然后签了病危通知书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守在医院里面。那段时间因为医生跟我说那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因为脑干出血你要马上要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观察他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行为跟状态，就包括他，因为他会突然终止呼吸，那你必须要发现他的呼吸停止了，你必须把他拍醒，让他能够自主呼吸，自主在呼吸，或者是他会心脏突然停了，然后你必须要再跟他有一些简单的互动，让他能够再醒过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胆战心惊的，在医院里面过了足足快一个月的时间，天天守在医院里面，然后因为会有那个心跳仪，会有那些呼吸器，我只要晚上我最害怕就听到那声哔，就心跳停了，停止的那个声音，成了一个长音了就会又很害怕的又跳起来，赶紧的跟他看看他的情况，然后检查他的状况，然后到后来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你发现我爸其实就跟小孩一样因为脑干出血的人他其实如果没有很严重的压迫到神经，他其实生活上手脚是可以活动的，是可以是可以自主运动的。 对那他一直觉得他没事，他一直觉得我很好，我要回家，我要起来，我要有好几回是我跟我哥是跪着求他别动，你不要动，你躺平了。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接下来他血会不会扩大，会不会有再更严重的影响，我跟我哥是跪着哭着求着他你别动了。那当然对一个卧病在床上的老人，他可能躺时间久了他是真的会很难受的，因为他要起来也我们也不让他起，他要动也不让他动，他生活上面他觉得他完全没有办法自理，都要靠着人家帮忙，他很痛苦。然后他也有好几次就发脾气了，他就觉得那就不活了吧，那就这样吧，你们让我这么躺着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多的那种回忆会浮出来，就你以前为什么会我以前为什么跟我爸爸会有那样的隔阂我觉得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刻我才去担心他，所以一下子就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我知道你这种感受会有一些愧疚后悔面对自己的父亲，那是我们最亲的人了现在好了吧，现在跟父亲是不是像朋友一样哥们儿一样什么都说，现在他会跟我撒娇这话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跟你讲真的，小的时候我们给父母撒娇，真的长大了以后
我们真的要拿父母像孩子一样去看。对，你发现人的智力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会回到童年。嗯，其实也一样，我们赤裸裸的来，也必将赤裸裸的去，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圆嘛。所以到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他跟我说一些话，我会觉得心很甜。就譬如他有时候，因为他脑干出血之后，我们会限制他很多生活习惯。嗯，就你少喝酒。你少抽烟，你有很多不该吃的东西别吃。可是他尽量，我知道他偷偷的都会抽烟、会喝酒、会吃东西。那我们尽量是希望他能够健康一点，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会偷，就他也知道我会生气，因为我会有时候我知道他，譬如说又做了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会生气，那他就会。过来拉拉我，或者是推推我，哎呦，别生气了。对呀、啊，我也就下次不会了，我就这次就偷吃了一点点，就吃也吃了，你就别气了，就会有这种，你会真的觉得就是个小孩，然后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是不是也会，我小时候也曾经也会有过这样的的时光，我小时候我也曾经是骑在他的肩膀上面。他带着我到处去玩，然后看很多不同的东西。现在，如果我有能力让他撒娇，我就让他撒娇吧。啊。人都说这个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反正我还没觉得我知天命呢，甚至于说不惑，好像。也都没觉得，嗯，但是呢，从年龄上来讲的话，虽然我已经快到了那个知天命的年龄了，你呢也过了所谓不惑之年，嗯，你真的会觉得不惑吗？如果要有疑惑的话，它会是什么呢？我觉得人是永远不会有不惑的时候，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你不断的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面临一些不同的问题。小时候你担心你的学业、课业，然后长大了你担心你的工作、生活，然后你再成熟一点，你开始担心家里的老人，他们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会一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然后，即便有很多问题，你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嗯，那。我现在总结我自己面对所有问题的时候，我会用一个比较坦然的方式去接受，因为很多事情它确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发生了。那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是对伤害最小的，不管对人、对人、对事、对物，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大家都。舒服一点，我会先把自己个人的问题先放旁边。但有些时候，你比如说遇到那种特别不公正的时候，你还会去抱怨吗？年轻的时候抱怨的多。发脾气、抱怨。嗯。年轻的时候抱怨的多，会，现在不会，也会抱怨，但是它的频率跟到最后，因为我，你去抱怨并解决不了问题吗？然后后来你慢慢发现，你在那边唉声叹气，在那边埋怨，在那边生气不开心的时间，你不如就把事情都解决了，不就好了吗？积极一点去解决它，面对它。对。其实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最难处理的，有些时候恰巧是家庭和事业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吧？对。他有时候可能会有矛盾，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我觉得我不敢说我做得好，但是我在往好的方向前进，因为我觉得确实，人到了一个阶段，你要兼顾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会有取舍轻重，你会有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不迷路，你只要走的路是正的，是对的，它也许你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走，但至少它还是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走。那就好，因为包括像家里也好像我现在的事业上也好，包括像
在社会上我要面对这么多喜欢我支持我的朋友也好，我觉得我不敢保证我永远都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但是我尽量努力去做到最好啊。那你势必像我现在可能我会花很多时间在事业上，我跟家里的关系会又慢慢又有一点距离出来，可是我会用其他方式去做弥补它。那也许是像我现在我可能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经常回去看他们，可是我就会想办法安排他们过来看我啊，或者是让他们当作是出来旅游一趟，然后吃吃喝喝的开开心心的，然后看到我也挺好的，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啊接着再回家去。那尽量多一些这些互动啊，就哪怕以前我是很避讳让他们在我工作的现场跟环境出现，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工作上我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我有很多杂物，或者是我有很多的奇怪的人事物会给剧组或者会给工作人员添麻烦，所以我以前我大概过往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吧，譬如说26年的时间，我前20年基本上是不会让家人出现在我的工作环境里，很少很少。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家人就不要来了，就不要来了啊。这是我以前的想法跟看法。现在不这样。但是现在我反而我会珍惜每能够珍惜的时间，就我会想办法把他们的问题处理好啊，甚至我会因为为了迎接他们来，然后会多做很多的事情让大家都会很开心，而且可能会让公司或者让身边的伙伴都会很乐于接受他们来。嗯啊，那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都觉得开心，更从容了，更淡定了啊，能够处理好这之间的矛盾。再来一个吧。还有啊？有啊。咦？怎么还是这声呢？喂喂喂，哎，您哪位？你猜猜我是哪位？我听着你的声音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哎呦，奶奶哟，嗯，是我妈啊。那吴奇隆说您是他妈。对呀，我他是我儿子。真的？嗯。我最喜欢他了。哎呦，他现在在我这儿做节目呢。是啊，你们俩都是我最喜欢的人。你看我听出来了，您别甜乎我，您主要是喜欢他，怕得罪我。不，还补这么一句啊。那能怎么说？那您得说说您这儿子，您为什么喜欢他呀？你现在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儿子你好哎。我前阵我听徐健他们说你身体又不好了，我就担心了半天。是的，其实你们排那个戏的时候，我想去探班。我一想，我还跟徐健说呢，我应该给我安排一个活儿，我去几天，应该是没有合适的，因为我参加了向着炮火前进，向着胜利前进，我多想参加向着幸福前进。辞职去主要是喜欢你。你还是多休息吧，我就把身体养好了，我到时候我再去看你。好的好的。好。好。好，他说完了我还没问呢。啊。包老师。啊，朱军老师您说。您可千万别叫我老师，你折杀我呀您。啊。您说说您这儿子啊，您说说您这儿子，您这喜欢他呀。我跟你说呀，啊，喜欢他呢，一个是有一个渊源啊，我喜欢小虎队当初的时候，哦，哎呀，他们那个火遍这个全世界呀，喜欢。然后呢，后来这次有机会嘛，排这个，他们才向着炮火前进，让我演他妈，我特别高兴。但是我这人呐，你应该了解，我去你那3次，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我说了喜欢这人，
比如说他挺装的，你听懂我说话吗？听得见啊。但是他特别好啊。我第一印象就我们俩排的第一场戏，是我排他的后背。哦。一般的演员排后背要有感情戏啊，他不会那么流眼泪配合你啊，知道吧？啊，因为不带他嘛，带他个肩膀，带他头发，对，你说呢？嗯。但是这孩子吴奇隆就全神贯注，该泪流满面来配合我这老太太演这场戏。哦，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第一场戏就觉得他人品艺德太好了，我觉得内地的演员都应该向他这种职业道德学习。好，这是第一印象。第二印象就在现场啊。嗯。啊？帮着搬道具。嗯。帮着大家伙儿。他在现场还搬道具呢，干活啊。哎呀，搬道具。哦。而且呢，就是要放炮的时候，不要有那个，就那种戏的时候，他会挨着屋子跑去提醒大家。啊。要放炮了，注意安全。啊。知道吧？我就觉得。他又是主演，这个他是主演，其实这些事用不着他管。对啊，知道吧？啊，但是他做的特别好。嗯，我觉得人家这样的主演，嗯，值得我学习。哎呦，而且你看我跟他在一起也不怎么熟嘛，就一共就排那么几天，我要是有走台阶下去，他下意识的会扶我。嗯，我觉得哎呀，第一次我那阵就发微博的时候，嗯，我就夸奖过他，我说他，你在微博上夸过他哈，夸过他，他上微博的啊，我那阵还是发微博时候手比较生，不是要控制在多少多少字吗？啊，我先写在纸上然后发。啊，我就觉得他家教好，人品好，所以他有今天是应该的，他火，他这辈子都得火。好，知道吧？哎呀，都说这么半天了，您等会儿我打断一下您哈，我看就这么说下去，您一晚上都得夸他。我必须夸他，因为像他您必须啊，所有的艺人都得向他学习，他也是我的模范。好，我们向吴奇隆学习。咱们这边有一句词儿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吗？对。嗯嗯。好，您说您打断我，您说。我说啊，张老师，您这么直爽一老太太，所以我就问您一个直接的哈。啊，您就不觉得她身上有毛病？我没觉得她有毛病，你看第二个。哎呦，您那么犀利的目光，您都没看出来她有毛病啊？我他就娶媳妇晚这一个缺点，但是呢，我就现在特别高兴了，媳妇儿快娶了，我也特别高兴了，知道吧？啊，好多人呢都说给我发微博什么的，让我帮着他找一好媳妇儿。啊，我觉得他现在自己选择的不错，我心里也踏实了，这儿子要娶媳妇，我就能抱孙子了。嘿，好嘞。您这句话最受用了，张老师。原来的缺点就这一个缺点，就这个，现在没有了，就没有了。那得嘞，就这么着。您老人家保重身体啊。好的，好。好嘞。你照顾好身体，过一段时间我看你去。好的，你幸福。再见，张老师。我们别在外地拍戏了，在北京就行了啊。哎，我告诉你啊，我再说一句啊，我希望你幸福，你这么好的人。一定幸福。好嘞，谢谢奶奶，奶奶再见。哇，光谢谢奶奶，奶奶再见。奶奶的嘱托听到了吗？听到了。请给出正确答案。妈，咱别在人这么多的时候说吧。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希望我能够很快乐很幸福。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在我人生当中是我一段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个阶段，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然后感情上各方面我都觉得还蛮平顺的时候，所以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算嘛。不是问题，你妈说你自己的选择不错。妈我选的挺好的啊。对对，但其他的就别着急啊，就我没有什么打算。我确定了，我通知你啊，妈。你们也会知道的。其实，我是一个会乐于分享的。如果说有什么好事情要发生，我一定会让大家知道的，好吗？年龄不小了哈。其实也确实应该抓紧了，对不对？对。啊，这个我们也代表你妈多说两句。嗯。啊，哎，既然涉及到这个话题了啊，我们可以泛泛的，我觉得谈一谈哈、啊。你怎么？哎，你的爱情观是什么？我觉得相爱容易相处难。啊什么？天长地久。他们比我了解啊，让我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哈。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相处是要花时间的，是要去经营，是要去彼此去了解、去关心，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喜欢上一个女孩就会去主动去很快就告诉她我喜欢你，我肯定要很长时间去观察一个人啊，然后甚至观察完了之后你还会有相处上的问题。你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早上起床了就可以去帮人家做早餐，然后呢晚上帮人家端洗脚水，互相的吧，其实互相的哈。但我喜欢起来做早餐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家的开始，每一天的开始。嗯，如果能够由我开始做一些事情，是为你喜欢的人去做一些事，那是幸福的。还是得问啊，这个挺俗的一个问题哈，你幸福吗？我很幸福，我非常非常幸福。你怎么定义幸福？幸福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你自己，时不时都会自己傻笑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在于你很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知足，我觉得是最幸福的。知足者常乐，嗯，但又有一种说法，你要知足的话，可能就缺少了前行的动力。不会啊，因为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或理想，去完成一个美好的愿望，其实，它是一件好的事情，那跟知足，我觉得是没有怎么说，我觉得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人你必须要时时刻刻让自己活在一个有理想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对，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对美好事物是有憧憬的，你是喜欢好的，喜欢美的事情，那但是不代表你一定得得到，所以你只要享受你现在，你很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然后努力的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但是至于那个过程，你能不能真的最后得到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的那个目标，我觉得已经不是太重要的事。享受这个过程啊。那如果说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榜样，能够让身边的人都感受到你很幸福，我觉得幸福是会感染别人的。就你经常笑脸，经常笑口常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旁边的人也会跟着你笑。所以我会希望我是能够有感染笑容，感染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让身边的人都快乐。好。
来，我们坐的时间长了，可以稍微站一会儿了哈。大家也坐这么长时间了，说完了，送你一份礼物。有礼物啊？当然了，你看那花都拿来了，啊，而且呢，我觉得你的粉丝们特别用心。嗯。他们不光捧来了鲜花，自己做了这么多闪光的灯牌，拿到了，姑娘。啊，拿到了啊。对，还有这个宣传画，您看这大姐都挤着，多不容易啊！谢谢。同时呢，他们好像还精心的给你准备了一首歌。嗯。他们这个歌其实我光看了一个名字啊，说特别能够代表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爱。嗯。擦脂抹粉的，哎呀，哥，我的性格，我要不干这个，我打死我也不会干这事儿，是吧？你要不干这行的话，谁要给你化妆，你会怎么对待他？不是，短促的。你打的电话是空号。啊，这不换人了吗？你是不是特希望这个？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还没人接听啊？这情报部长也太没面子了。部长，我们情报是不是失灵了？要不要换一条线？对，这情报失灵了，可能是啊。咱们不行，换条线。喂，喂。咱换条线，挂了。